可以吧？看一眼，我就看一眼。来了，我现在要演一个卡住。也是没有必要。开始了，开始了。演一个网不好。大家能看到我了吗？能，能。这么随意就开始了？净提早两分钟呢。大家看着，现在有点歪，我觉得。歪吗？还是慢一点。歪吗？你从那儿看歪吗，贝贝？我从这儿一点。那就转一下吧。我现在开始了，我来早了，因为太想念你们了。啊，歪了，歪了，歪了。到时候对不起，对不起。哎，后面一个星星掉下来吧。好，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这个生日 party 的地方很美，我今天在花的海洋里面。然后，你要转一下镜头吗？给你们看一看。转转这哦。气球，然后还有，还有这边好多花花，好多花花，这是后援会给我的大蛋糕，非常非常喜欢。我这个支架太松了，哎呀，哎呀，哎呀，给大家看看，后援会给我的，上面是五金岩，雪落下的声音，然后底下有那个岩。还有船，还有小狮子，还有一个大提琴。为什么有大提琴？为什么有大提琴？是让我开发大提琴的技能吗？对，是我的音乐梦想。然后这个也是后援会给我的花花，还有这些是那个品牌送的花花，后援会给我的。每年今日如约而至，因为有你，欢乐幸福总是满意。感谢有你给予追光的勇气，岁岁今朝，祝福不变，生日快乐，有生之日都快乐。谢谢。收到了，你们都祝我生日快乐。好了，今天开始今天的节目。Hello， 欢迎来到我的音乐世界。好啦好啦，吴谨言的生日 party 开始了，有请今天的主持人。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欢迎大家来到吴谨言的生日啊！今天我们一起为吴谨言趁一起为吴谨言庆祝生日。好，下面有请吴谨言今天的化妆师。大家好，我是吴谨言的化妆师小吴。对于吴谨言的妆今天满意吗？有请今天吴谨言的发型师。大家好，我是吴谨言的发型师小严。对今天吴谨言的发型满意吗？说一下那个就是你今天的造型就是感受。对，跟大家我今天的造型感受啊，好，今天我给吴谨言造型的这个灵感来自于就是让你们回到一年前，今年的生日跟去年的生日吴谨言有什么不一样吗？其实很像，但不一样的呢是更美了。好了，主持人来了啊，下面有请吴谨言登场。弹幕说想看主持人和嘉宾互动。啊，我来了，我来了，谢谢我今天的那个化妆师，还有我的发型师，还有谢谢主持人，为我主持的这个生日。然后呢，对，今天的我的妆发都是他们给我弄的，我自己也很满意，我自己也很喜欢，就是越来越美了，谢谢你们哦，谢谢小吴，谢谢小严，还有谢谢主持人。那个也谢谢粉丝。大家说请你正常一点。我不正常吗？哎，你们想看什么节目？下一站泰国。啊！下一站泰国高票升。好，现在主持人回来了，想看吴谨言干嘛？啊？他们在说你还是那么搞笑，他们说你搞笑，胸口碎大石。对，说相声，现在有麦。我觉得你要不然就先别用麦了，一会儿唱歌时再用麦吧。好吧，那个那个吴谨言就先不用麦了。主持人下场。主持人下场。关机。有点乱了。好。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回来了。大家，我身边的人，化妆师还有造型师还有主持人都非常的热情。然后我回来了，回来了。来来来，你
好了，谢谢你的粉丝们，然后你的粉丝给你送了一个4分钟视频，送给我的，送给你的，剪了一个来给你看，这是首发吗？不是首发，你看一看，感受一下。我跟大家一块看吗？他们看过吗？你自己看吧，自己独享这一份。哎呦，美得很！哦，闪好快！闪太快！啊，这他们说要去环球影城。好小声啊！谁能救救我？救救孩子！哇，我的颜料都很美啊，颜值都很高。手幅我也都是。哎呀，阿萨来了。我真的觉得大家都很美，你们都好漂亮啊。来嘉宾了，那我一会儿看，哇，看到了好多我的颜粒儿，就是，我们就是颜值天花板。看一看是谁来着？谁拦我了？撒娇来了。啊，在哪里？他们应该留言了，留言我都刷不到。在看你。撒娇，你们在看我吗？想我了没有？阿娇来了，哎，我能跟他们说话吗？我看到他们的评论了。可以啊，他们就在看你的直播。是吗？你们想我了吗？你们想听我唱歌了吗？亮个活，亮个活，钱给他们亮一下吧，给他们表演个转伞吧。可以，给他们来个抡，来吧。你说这个伞能转吗？上才艺是吗？上才艺，撒娇，我给你们上才艺。来，你们熟悉的转伞。
伞有点草率感觉。上才艺。但他们都在说你应该给撒娇唱下一站泰国。哇，送给你个告白气球。哇。大本钟早已响起，午夜的消息。阿娇送了你一个告白气球。哇哦！你应该说一下，感谢阿娇。谢谢交给我的告白告白气球。撒你的呢？我得再给你表演一个转伞吧，再来一个告白气球。跟你的，我跟你的粤语老师前展示一下你的粤语成果。撒的气球呢？撒没有气球，撒在等你的下一站泰国，他的教学成果。好，阿撒，我给你唱歌，阿撒教给你唱歌，唱下一站天后。听听我的，听听我那个离开乘风破浪的日子十几天，十几天内有没有唱得更好。下面有请吴谨言给阿萨和阿娇带来下一站天后。哎，你有音乐要给你搜一下吗？可以配乐伴奏吗？有伴奏，你要吗？需要吗？还是你就清唱？我觉得不用伴奏，那就清唱，就是自己的歌声就能够好行，你先表达所有，试试。撒和娇，天爱也来了，天爱撒娇，我唱完这首歌就要送告白气球啊！好，开始，好，送给你们，我们没有相见这十几天，很想念你们，然后唱一首我们一起唱的歌，《下一站天后》。即使有天海过窗，虽遥遥长，踏破河都吟唱，盈盈芳气把我压长，不恋爱教我怎样唱，几多爱过跟我唱，还是勉强，太迟和发冷，难堪堪最爱坐耳边，但是温柔地唱。哇哦，阿萨为你送出极光，送极光了。嗯，天爱你的呢？怎么回事你？天爱呢？说明先感谢一下两位榜一大哥，谢谢阿萨和阿娇，榜一大哥。天爱可能在充钱。啊？可能正在充钱，给他点时间。我等你充钱，不用太多，有就行。啊，谁给我送大船了？是小爱送的吗？阿娇，叫我还要为你唱歌。你这是在卖艺吗？来个串烧，来一个。又送出了烟火吗？来个串烧，从出舞台开始唱，一样先唱两句。哎，天爱送了告白气球。天爱充完告白充完钱了，天爱。充完钱。投资了，大投资了，今天让大家大投资了，但是那个我会让这个投资变得很划算，我再给你们唱两首，唱一首从出舞台开始，然后他们都走了一会儿，出舞台没有记忆了，他从一宫吧，我要听出台雪落下的声音，噔噔噔噔噔，轻轻落在我掌心，静静在掌中结冰。下一个一宫，大江大水天赐高呀，眼睛该点亮了。好，下一个 OK。星铃儿来了，我在唱歌，刚唱完《谈笑一生》。你要告诉他为什么唱歌？星铃，因为星铃儿，那个阿萨和阿娇还有天爱都送给我大礼物了，有告白气球，还有极光，还有大飞船，然后就等你的哦。然后他送了
送礼物你就唱歌说感谢。感谢我的姐妹们，感谢我们的 sister 姐妹豪气。这谁送我大笑脸？阿娇，阿娇，她一定是想听我继续唱歌了。然后我该唱，咋唱来着 ？I feeling good right now, I feeling good right now, I feeling good right now, I feeling good right now。抬头的一片天，是我们的一片天，星星在满天的星光下，做梦的少年。好，下一个大笨钟，大笨钟，再给心灵前展示一下。心灵，心灵，没有见到他的朋友们。对，心灵没有见到这个环节的你，我再给你展示一次。天也送飞船了，天还是彩虹飞船。那天刚刚充钱充挺多，继续。哎呀，有这个，好，北齐。心灵为你表演的嘟嘟嘟嘟嘟嘟，大笨钟早已响起午夜的消息。然后那个什么，你啪啪啪，又来丑面，啪 ，You man 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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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要重塑未来，第一次占一个宇宙，还幻想收手吧，收手，控制世界线。来，阻止他一下。然后有人让你退钱。心灵，你送我礼物了吗？我要唱到心灵给我打飞船。下一个，下一个。完了，那才艺不够了，现在都唱到武功了，快了，快了。还有一个，名字再一次，这是唐唐的段，我的段什么？如果有一天我迷失风雨中，我知道你会为我疗伤止痛。有人说心灵赶紧送，别唱了。这个唱挺好的。然后还有啥来着？下一个，有点意思是啥来着？撒个娇还在吗？心灵还在吗？天儿还在吗？在在。那个。心灵不在了，退出去充钱了，可能是。心灵，心灵。呼叫心灵，呼叫大飞船。呼叫心灵大飞船。你的现在就是我的未来。我的现在就是你的未来。我不会这句。什么？又唱出来了。退钱。哎，怎么唱？怎么唱？娇又送了告白气球。娇，我再为你唱一首歌，等我再想词儿。怎么唱来着？下一站天后吧。我不能过。跳一个吧，那就跳一个。咋跳来着？歌舞表演。哎，怎么？那你问个 good good， 哎哎 good good good， 哎挺 good good good， 哎 feel good good， 哎 good good， 太难了。过这趴过。好，太好了。下一个，下站天后，又来一遍。认真唱吧，你的粤语老师在这里。走心，你的粤语老师在这里。哦，刚刚也很走心。心灵天爱他们都在，现在赶紧来好走心一趴。这是 Twins 的21年，也是我们的第一年。即使有天海过窗，虽遥又长，踏破河都吟唱，隐隐放弃把我也唱。不恋爱够怎样唱，几多爱过看我唱，万岁看看情何罢了，问敢看最爱做一笔，但心为有的唱。这是第二遍，后面还有第三遍，给大家预告一下。好，评论说你把心灵唱走了。心灵快回来，你要送我大灰鲸。好啦，我的那个糖糖来了。糖糖，来，我给从头又表演一次。这句话太爽，我们是进入无限循环。糖糖，我从 I feeling good right now， 开启听歌模式打开。I feeling good right now 开始。怎么回事？糖糖，你还没看我表演过，我转伞是不是？我给你表演一次。噔噔噔噔，好吓人！完了，糖糖出去了。糖噔噔噔，他
然后阿娇出去，阿娇送城堡了。哇，阿娇真的是你的榜一大哥。阿娇真的榜一大哥。娇儿，怎么办呢？我已经没有才艺了。你给娇儿炫。炫一个吧，炫一个，炫一个，干了。哎，那个糖糖送那个反内卷，这谁送我的？内卷，谁送给我的？糖糖送了你一个反内卷，让你不要内卷。我不想内卷，只是展示我的才艺。炫一个。你真的笑完了，我的五爱玲撒娇糖，糖糖你充了多少钱？糖糖现在给我这么多礼物，糖糖将离开直播间。谁又送给我的告白气球？粉丝给我的。他现在真的特别像一个主播。来，下一趴，来，我们开始进行我们的环节吧。粉丝和工作人员都有一些想要让你干的事情，就集中在今天，你可以扭一下，看你能选中什么。这里，先预告一下，这里是有重复的，你如果扭重了，咱这是谁给我的？粉丝给我的，还有粉丝和给大家展示一下吧。对，先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这是扭蛋呀，扭蛋器。哎呀，扭出来了。哦，扭到就一定要做到。捏一下。我来。那我能怎么？要不然来尝尝。哎，好了，对对对，好了好了。不会又让我唱歌吧？你看，又下一站天后。我跟你说吧，还有第三遍。我们换一首吧，不然。你还一定要是下一站天后。好的，我们最后一遍走心。里面可能还有，如果还有的话，那就唱别的。又唱下一站天后。如果还有的话，就唱别的。今夕有天海阔绰，夕阳悠长。踏破后都吟唱，好了，还有第四遍啊，还有第四遍，这是你们给我的还是？这是啥呀？我粉丝要的，下一站天后。下一不知道，粉丝应该是粉丝，我们对你粉丝应该写的是下一站太。今天满足你们，等着第四遍。醒令儿他走了吗？当你的眼睛他可能去充钱了。捏一下，捏。对，张天爱送了你烟花。天爱，小爱，跟我一块来唱歌吧。上号，上连接，上视频。挑战60秒不许笑。这太难了。那就是进行下面的事情，但是他60秒不能笑，对吧？是让他沉默60秒，看。那这太简单了，我从来都是个很沉默、内涵、优雅的人。好，那开始计时了。那我们继续完成后面的情节呗。我60秒之内我就不笑，好吧？现在很酷的。往下了，保持冷面。60秒开始了。开始了。好。说哎呀，说。因为我看到这个伞了。那我们有什么惩罚措施吗？糖糖，你看我转伞吗？刚刚，糖糖看到我转伞了吗？看到了，你一定错过了，我再给你表演一次。哇！糖糖再看一眼，为你表演的转伞。糖现在不在，糖做完就走了。阿娇看你转了三四回，阿娇已经阿娇陷入循环了。阿娇是我的榜一大哥。你现在已经有一个没有完成了，一会儿又惩罚的。好，下一个。60秒不许笑。帮帮我！看一看，哒滴滴滴滴，来自亲自去杂技团营业3条，谁写的？不是我，谁写的？好，这个大家都记住了，我截屏了，录屏了。亲自去杂技团营业3条。会有一些独家的物料了，小吴老师。我不想配合你的风格。你可以用自己的风格。这是旭哥的 idea， 靠你自己的风格。哼，我不会被他带跑偏的。我是一个正经、优雅、冷静、安静的人，性感。啊？哦。
好，下一个。好，我抽几个？我抽五个吧，抽四个吧。签了杂鱼团三条微博，所有人都在了。Six star, six star。我今天小丽姐也来了。小丽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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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送我飞机哦。给丽姐再来一回，再来一回，再转一下。哇！大江大水天之高呀，眼睛该点亮了。丽姐，你看着办吧，等你的飞机。我看一下啊，抽两个粉丝送签名照，好，啊，两个粉丝送签名照，你先截屏吧。心灵也来了吗？心灵，心灵，充好钱了吗？充的有点慢哟。现在手机。好，我看吧。我来三二一，我看到第一个啊，三二一，我抽两个粉丝，一哦，三二一，就这个，王大仙叉 Q， 王大仙叉 Q， 再来一个，三二一，好，报警警员，我看见报警警员了，好，送。我的签名站，让他们去找咨询的，帮他们找吴年咨询站，让他们来私信咨询站。现在我们都在吗？我们撒娇团。嗯，淘淘来了。好好好，淘淘也来了吗？来了。哇，好想看你们啊、哦，想你们了，我们好多天不见了，之前每天都在一起吃吃住住。天天都在一起，突然这么长时间不见，非常想念你们，期待我们早点相见啊、相见，我给你们带了礼物，你们要给我带礼物，记得喽。很想你们，你们最近在干嘛？最近你们有想我吗？我看不见他们发的。哎。榜一大哥，我的榜一大哥又给我送礼物了，想我了是吧？我收到了。看不到他们的留言，刷得太快了。刷太快了，我继续看后面的彩蛋吗？还有两个。心灵说想你呀、我看到了。心灵啊。嗯。心灵的那个呢？汽车呢？他收到了吗？桃桃，桃桃，我看到你给我了。满足每个工作人员一个愿望，最终解释权属于工作人员。唱下一站天后。我们没有这种愿望，我们已经听好，我们私下再说吧。有什么不能公开的愿望吗？要公开啊！公开，你有什么来愿望？粉色衣服，你有什么愿望？我的愿望是去迪士尼团建，看玲娜贝尔。我的工作要去迪士尼团建看玲娜贝尔，满足。黑马甲老师有什么愿望？满足。刚满足愿望了。啊啊！吃个火锅吧，我们在一起。上火锅。白衬衫老师，希望吴老师越来越好。啊，那一定的，那一定的，这是我没法说了吗？王博瑞希望我越来越好，那一定的，越来越美，越来越美，一直都，你的愿望已经实现了，绝美，这，好，橙色衣服老师有什么？橙色小姐姐，我现在暂时没啥愿望，你对我没有想法，希望你，性感太美了，我现在性感妩媚。可以优雅冷静，端庄优雅，文静沉稳，飒飒。那这个凯秀老师该说了。我希望你戒掉东北话。啊？那你先戒掉你，你是对你自己的愿望吧？东北话。我从来都没有东北话。你有。哦，没有。你有。还不是被你带的。哎。哦，我可以说普通话。我再扭一个，最后一个扭蛋，对吧？最后一个。我好想看我的姐妹们呀。好想看你们呀，面组又齐了。
哎，没有，天爱不在。他们可以申请梦桃语音连麦。桃桃可以语音连麦，他们可以申请跟你语音连麦。问猫猫给我了好多礼物。大家要语音连麦吗？可以连麦语音吗？想开舞台串烧，我都串完了吗？刚刚。那再扭一个。啊？再扭一个，再扭一个。节目都表演完了。我可以语音连麦耶。满足每个工作人员一个愿望，你们有多少愿望没有满足？又是满足工作人员愿望。下了换一个。现在再满足每一个愿望吧。什么？再来一个粉色衣服老师。不用再来一个。跟姐姐们语音连麦。愿望不要太多。跟姐姐们语音连麦，我的愿望现在是。看姐姐能满足吗？他们可以申请，如果有人语音要跟你连吗？就是只有声音出镜。雷姐，全能 idol。现在撒娇，心灵和淘淘和糖都在。撒娇糖心灵，淘淘都在。我们语音连麦吧。那我想听你们的声音。你可以投入吗？他可以投入吗？对他们发起。好，没事，我们等等吧，反正他们可以连麦开放中，随时欢迎。对，刚你有一个要求没有做到，就是笑的那个，你有一个小惩罚，你的面前有三杯饮料，可以选一下。选一个，不用选，不用选，不用选，就是他们三个现场不同的口味，你可以选一下。你可以挑一个，你先选，你挑一个。哇！身边我的工作人员真的是不是你想的，特别有才华。板蓝根吗？这是。百兰根加可乐，你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颜色。这个每一个都是单一的饮料，没有兑任何东西。百兰根加可乐，类似于加藿香正气水。没有，这就是单一的饮料。这每一杯都是单一的。哇！这每一杯都是单一的饮料，他们独自成瓶，不是我们兑的。那个什么人参水加上姜汁儿，加上没有，你们这没加东西，你这个剧本写的好。哇，这是什么？哇、哦，白酒！不是，这是白酒。未成年人不可以喝酒。这是啥、啊？你随便挑一个就可以。二锅头。不是。二锅头。挑一个。挑一个干了。挑一个。品鉴一番。挑一个品鉴一下。我都想品鉴一下。说出感言啊！那你挑一个干了。哎呦。来说一下这个什么味道？哎，他们说还叫申请连麦了耶。在哪里？举手了，在他那个上面上面显示，看不到。因为他那个这儿是不是这儿？哦，这儿。是不是过了？接受。雷姐。还有。金爷，雷姐，哎、接受我们的其他人。听得到吗？ Hello。听得到，我看到你啦。Hello。哇。Hello。阿娇也在啊。Hello。 阿娇也在。Hello，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亲爱的。快乐的很，特别快乐。我收到了我的保密大哥，阿娇给我了好多礼物，你的也给我了。我发了，我刚才买了那个，我充一边充一边刷，我就刷完了之后怎么又没钱了呢？怎么回事？教你充了多少钱呀？我不知道呀，我充了好几遍，200多，还有那个200多，就充好几次。我不管了，不管了。阿娇你送的什么？就是你送的吗？都送的，我大火箭。我送了，我没看到呀。你还说有飞船？他送给我一块地，他送了一个极光地。在哪儿啊？哎，你们跟我的版本是不一样的吗？啊、升级一下版本，重新一下。什么版本啊？应该没更新啊。对。你哎呀，景爷，想你们了。然后很想你啊。很想你们。对，我们也很想。很想。娇，你刚刚听到我的下一站天后了吗？怎么样？下一站泰国。泰国就是。
卡布卡。哎，我今天还看了阿娇之前的那个一个 MV， 特别可爱。我还跟她讲到那个剪了个短头发的那个，特别可爱。对他发我，小雷发我了，好黑哦！以前徐梦桃和萨也来了。哎呀，桃桃来了，桃桃你开视频，桃桃，桃桃开视频，桃桃开视频。哎呀，咱来了，太热闹了，好家伙！快来了，我这素颜，我训练呢。你训练的？哦，姐妹们。Hello， 想你们了，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萨萨，送给你们花花，桃桃，我也没啥礼物，怎么办？才艺，谨言今天长挺美啊，小谨，小谨今天，阿佳为什么不开镜头啊？换美吧，我没化妆。娇娇你那么美，为什么不开镜头？没化妆啊 ，Hello， 啊，绝美，为什么？我在外面吃饭。你又在吃饭呢，很美啊！你这个妆，又在外面吃饭。哇，我现在在外面吃饭。但你好美啊！桃桃，桃桃没吃饭呢。对，我没吃呢。但是我看到你们，我已经饱了，我填饱的。啊？穿的很性感。我？哎，对，那个谁，吴谨言，吴谨言 ，OK 了，你是不是和吴谨言？你是不是和那个熊梓淇也合作过？啊，我合作过呀，他跟你不是在一起拍戏吗？对，你等一下啊。生日快乐，锦言，生日快乐！哎呀，谢谢子琪。老熊送祝福，老熊送祝福。送火箭，送火箭，用黄磊的账号给我送火箭。好。你今天送了很多飞机了，已经大飞机，对。对，全靠你们了，全靠你们了。你知道我不是飞船吗？哪里有飞机啊？我第一次充值啊，好贵！我刚刚送你那个极光，我觉得哇，好贵哦。极光多少钱？好像5000多。这么贵？我玩极光没有，它是微币。微币。然后我充了700多块耶，一下就用完了是吧？哎，大投资，那是大投资。我给你上才艺，我再给你唱歌。好了，你不要唱了。我想听他唱，他刚才还唱了呢。雷姐，你没听到我唱《下一站天后》吧？我感觉看你写的那个词儿，谨言，看你写的那个词，我感觉我自己好像也学了一首粤语歌。来一遍。来，这哎，我等会把它调出来啊！你写的也太……来一遍，哎，哎呀，我的天哪，淘汰！就在我朋友圈，一个手机，我带了一个手机，那个没有歌词，鸡西怎么来的那是？哎，飘走了。给你唱个生日歌得了。阿娇走了，阿娇默默，我也要走了，亲爱的，因为我在跟小熊的剧本呢。他是信号不好，信号不好。谨言，有可能。哎、老吴。拼了！连上了吗？你看我的痘儿，我都素颜带痘儿。没事儿，他这直播有滤镜头。你年轻啊，桃桃，因为你年轻啊。默默也来了，哇，都来，哇！哎呀，默默也来了，他是牛了。Hello，Everybody。看到你了，默默。香音。哎，小蕊姐姐。娇娇。哇，我们全是女的，好可怕呀！还是让个男的来打个招呼吧。默默，子琪，你的好朋友。默默，默默，Hello。哎，Hello。默默一来，看手型啊。小熊也在呢。哎，你们先聊，我跟小熊先对剧本了啊，因为明天一大早我们就要开工啊。哎呦，雷姐，期待啊！加油，加油。我也雷姐棒棒的，我的朋友都在等我，还都没开视频，我还在那做飞吻呢。再见，再见。好，你弄吧。老吴，生日快乐，爱你啊，爱你啊，我的小兄弟，我的小少年。我今天我也要去吃饭啦。啊 ，Happy Birthday！ 你去吃饭吧，莫愁露个脸啊，莫愁。多吃点，莫愁你露个脸啊。
生日快乐，爱你。等礼物啊，我给你们准备了礼物。等一下，我这个有点突然，我在室外。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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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愁，莫愁露个脸儿。等会儿啊，我找一个。哦，王心迪。哦，姐姐来了。耶。生日，生日。这怎么送礼物啊？你充钱就能送吗？这怎么整啊？我是不是没充值？上来是不是不整个飞船有点没法飞了？是是，我那个，我给你整的全能 idol， 我给你整的全能 idol 以数量取胜。收到了，我还要。余额不足。我看看。我怎么是那个？这个这怎么顶住了？要开吗？这个。谨言，谨言，我那个全能爱豆是以数量取胜的，可以铺满了整个屏，太逗了！给你看看我们大美足校，哇，没有声音，你在训练是吧？你训练到几点？啊，下午跑步了，不知道，坏了，你好啊，生日快乐！用不用给你唱生日歌？你蛋糕呢？蛋糕，你应该许愿，我们给你唱歌，然后你许个愿。啊，好。嗯。叫你干嘛呢？肠子。叫你干嘛呢？没有，我有一朵花顶着我的荧光。你们有一朵花顶着你们有一朵花顶着你的荧光幕吗？有啊，一直有花呀。哎，有哎。有一。有但累。哇，提提打电话。哪来的？耶。我昨天知道的，这朵花是什么鬼、啊？昨天我还能碰到你，我这朵花顶着你的荧光棒、啊，我也有这个花，这个花是。哎，我上一个大北极熊啊，我上一个大北极熊。你好美呀、啊，萨啊，不是阿娇。我感觉阿娇好像又瘦了，天哪！你又瘦了？没有。你瘦的你 every day 都在瘦。我胖了，可是不怎么一点。牧羊，牧羊瘦，我牧羊胖。好，我一定要把下一站天后粤语学了，我必须要学一首粤语歌。你好，你就按照我，要不然麦霸跟阿萨我也没法唱。你就按照我那个标的那个发音学。对，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最亲爱的，你上面得写个天花板版本。有的时候你连写，我有点看不清。我单独再给你手写一份，写的特别清楚，你等我。行。我就唱你那盘儿，你不要看他的手写，他手写你会忘记歌词原本是怎么样的。原本现在的主持人，梦桃 Q 姐在一下。梦桃，梦桃，心灵儿，默默，你们看得到我吧？看得到，看得到。我们姐姐的蛋糕，哇，姐姐的蛋糕。哎呀，两个大桃，一直接个电话。三个大桃，然后这是一锅，这是一个什么？一个 T， 一个蒸锅 T。哇！天哪！妈妈哎呀，还有小猫咪。小猫咪，快乐！生日快乐！姐，我要祝福你。生日快乐！许个愿吧。我们是不是根本？来歌不？我们是不是给他唱个歌 ？Happy birthday to you， 生日快乐，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快乐，好哥哥，祝你生日快乐，快乐。你的声部有点延时。许个愿吧，许个愿啊，许个愿，希望我们快点相见，很想念你们。是呢，愿望成真了要。哇，祝你永远快乐，永远健康，永远纯粹，永远向阳而生，永远美丽，永远赤子之心，永远挣大钱。最后一个愿望最实在了，必须的，憋好气挣大钱。谢谢啊，我吹掉蛋糕喽。好，梦想成真，好，我们越来越美，
然后早日相见，我们的感情一直都像今年的夏天一样，好不好？红红火火。那年夏天，生日快乐呀！星灵儿，我唱的，有听到我的声音了吗？是你唱，有听到，听到了，听到了。哎呦，我想说我你在干嘛？自言自语。你在干嘛，星灵儿？觉得好像听得到姐姐。Hello， 辛迪。好，我在。王辛迪，祝你生日快乐！快，你快。嗨，淘淘。Hello，Hello，Hello， 姐姐生日快乐！别叫姐姐什么？你别叫姐行吗？叫。大家好，我们是淘 CP。欢迎，谢谢，谢谢，生日快乐。谢谢哇，他这个你按辈儿来说的话不能叫姐，你应该叫你俩的太幸福了，在日落夏天的日落的时候一起训练一起聊天奔跑吧奔跑吧对象奔跑吧太逗了，我们骑小我们，我给你看一眼我们的代步车呀，要怎么转镜头这玩意儿，哎，翻转看，这是我们代步车。怎么能把自己变成视频呢？不会弄。代步车，代哦啊，小车车是这样的。平时我呢，我那个骑在这车上，然后拉着他，他骑在这板上，然后我就拉着他，搞笑不？浪漫。平平淡淡才是真，你拉我呀，我拉你。默默，你干嘛呢？你干嘛呢？行啊，默默，我好想把它变成视频呢。我现在在一个公园里边散步，遛弯儿是吧？我好想把，我把它变成视频，可是我不会。但是我今天想跟景言表白一下子。你说，爱我？我突然在这个盛况下，我突然想起了，四月份的时候是我的生日，然后姐姐们都来给我过生日，对，我觉得好幸福。然后那个时候，对。景言也是每天逗我开心，然后我觉得景言、哦、点赞，然后我觉得景言是一个特别努力特别乐观特别美好的一个女孩，就是我完全被她种草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直播间里喜欢景言的朋友们都是非常非常有眼光的，对对，所以今天祝福景言生日快乐，永远永远开心。而且我要说，景言每次送我们姐姐的礼物都我觉得都很用心，对，然后总是能送到我的心里去，就很喜欢。嗯，对，他送我们那个睡衣啊，就是小奶牛的那个睡衣，好漂亮哦，好喜欢，谢谢景言。我也好喜欢。是是我怀孕的时候穿正好，没事，礼物后面还会陆陆续续继续有，礼物一直有，太好了太好了，爱你哦，爱你哦，爱你哦，爱你，好开心。星灵儿呢？你干啥呢？我在试怎么充值。对，我刚才也在试。你点开你要送的礼物。你点开要送的礼物，你发送，他会说你的、那个钱不够，你就会他把你那个送去充值的了。让交代先知道。我这样充着，我准备然后做个告白。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你来了就是最大的告白。OK， 你就是大礼物。对。不充了，不充了，真的，留着见面的时候给我。见面开心，景言，我们是不是今天你一说那个，哎呀，对我嗓门太大了。你说啥？我想说，跟大家说，吴景言卸妆了，更加的美丽。Yes， 我也可以作证。你是一个爱干净、爱美美、爱洗脸的好宝宝。是的，他洗脸能洗很久。
我洗脸洗了一晚上。最主要的是他最愿意做的还是美甲。对，而且他的护肤步骤非常的考究啊。真的吗？那他化妆很快啊。因为我从第一宫开始不跟心灵我们的皮肤管理委员是一组。哦。对不对？心灵，心灵也超级贴心，都贴心这里。哎呦，我越说，我跟你说，我不能讲故事，我在这里一讲成脱口秀了，那就没完了。全是故事。哎，我们他们要我们配，我们五个一起玩一个游戏。送我们心灵也送我们那个睫毛的啊。哦，心灵姐姐刷睫毛的秘诀已经偷偷借睫毛霜，借睫毛的。桃儿，那个我们现在我们五个要在这个群里面玩一个游戏。哦，大嘞！什么游戏呀、啊？主持人上线了啊！吴姐，主持人上线了。现在我们请五位嘉宾：吴姐、徐梦桃，还有阿娇，还有心灵，还有默默，我们一起来玩一个游戏，叫做“谁有谁没有”。我有，你没有。我有，你没有。我有，但是我们五个其他人上没有。知道这个游戏吧？都来。哦，我当然不知道了。不是，那你要再说我的话，那就是咱们就肯定我有的你没有，你有的我没有了。对，就是我有，比如说我有徐梦桃，然后你们也都有，但是我们就要说，桃桃说我有王心凌，我们就没有，你就我有冬奥金牌，而你们没有，完了你们有舞台，我也没有。你有呀？你咋没有？我们梦。梦桃姐，你太狠了，你上来就说你有金牌，那我们肯定是没有啊，你。第一把就玩完了，第一把就玩完了，太厉害了，一把就会了。那我们玩赢了有什么奖励？嗯，奖励，亲你一下，大城堡还给人家。不行，大城堡不能还。如果我们赢了的话，我想想啊，赢的那个人，我们见面的时候，他要表演才艺。赢的那个人没才艺，对。阿娇网不好卡住了，亲爱的阿娇吃亏了，阿娇网不好卡住了。你要没卡住，他好的没有啊？他是东东的，他一个特研杀定那儿了。没有啊，主要是我要进电梯，我这边没有卡、哎。我先这样进电梯，没卡住啊？我看我这卡了，是你卡了，桃桃姐。我没有啊？啊？是你卡了，可能是。哎，我卡了。我们输的那个人要讲一个笑话，好，要讲一个笑话。哦好好好好我先开始啊我先开始吧开始好好哎呀梦桃卡住了梦桃来我有什么对吧我有短头发哦我们没有所以我们要干嘛我赢一轮我赢了一轮哦，掰手指哦，大家没有了，大家我待会我没有视频啊，要忙，然后我得先你压了。阿娇和梦桃可以掰了。林姐卡了，啊？林姐在说话，心灵姐姐在说话，有点卡住了。心灵要是不是有事情要？心灵，你是有事儿吗？对，我得，我得离开一下。好，离开。那你离开一下吧，你欠我们一个笑话哟。哦，拜拜哦，姐姐。好，拜拜，心灵姐姐。等我们见面讲笑话啊。好，拜拜，家。你忙吧。好，爱你哦。生日快乐，爱你们。拜拜，姐姐。想你哦，拜拜，心灵姐姐。嗯哼。桃卡住了吧？桃卡。同志们，他是不是一直？脸看着镜头，光桃，桃桃，他卡住了，不好看，桃桃你是没有动还是卡住？太可爱了，掉线了，好像掉线了，啊，就娇来说吧，你回来了，好的，回来了，我卡了，你卡了，对呀、你才好。不是阿娇卡了，我看他一直是一个特研啥，一直这造型。都没有卡，你现在好了。嗯，都好了，都好了，啊、咱们继续吧。金亮走了，金亮他要忙，他有事情。到你了，你说你有我们没有的。我有，这不怎么好说，但是我有腿上刀疤。
我有前交叉手术的刀疤。哇，你赢了。嗯，你赢了，赢了，赢了，赢了。有啊，我有啊，我有啊，在脸上啊。我这有水痘坑，真的吗？有坑，一条大条，那么大条哎。真的吗？看不出哎。还是盛世美颜呐、啊。哎，上过新闻嘞。哦。真的，那是我 out 了，完了，我吃瓜的技术不够了，你们。姜我知道，姜我知道。那就算没有赢，给你们展现一个才艺，到时候。一会儿讲个笑话。期待期待。讲个笑话。今天先别展现了，今天先别展现了，展现完再上热搜了不好，抢你的风头。快展现，一会儿讲笑话。姜哎姐，姜什么？亲爱的，是我卡还是你卡？你跟阿娇全不动了，就是打我，就像我跟我自己说话似的。我一直在这儿。你莫愁在呢，莫愁在呢。好尴尬呀，好尴尬。我有莫愁才逗呢，我感觉莫愁也逗。莫愁一整说话的时候，我们四个都逗。这我们现在这里四个人都有意思，都是欢乐喜剧人。嗯，对，一说话贼逗。我有一对双胞胎在家里，我有哥哥弟弟。哇、哦、是双胞胎、嗯、那我没有、嗯、你又赢了，你又赢了，我想想、啊、赢了。我有啥呀？我有四颗荔枝牙都被拔了，你们呢？我拔了两颗。你要非得这么说的话，默默 你为啥拔四颗呀？桃姐你为啥拔四颗？全坏了，那四颗、啊、坏了呀，长四颗。那我这么说吧，哎，我来一个，你来一个，我对这、我对应你这个，我拔了四颗，啊、我拔了四颗好牙，为什么呢？你们说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想瘦脸，哎，因为小时候戴牙套了，我小时候虎牙，有点不齐，哎。我跟你讲，我牙是真坏了。我换完之后了，我拔完四颗牙以后了，我想太漂亮了，正好借着这换，没准能瘦脸的，结果没瘦。哎呀，不瘦脸的玩意儿，其实。对，我以为能瘦呢。我还是这么大脸，就哎。你很瘦了。很瘦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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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瘦了，又到我了是吧？到我了啊。嗯。对。嗯。嗯。我说啥呢？我有。这个吃饭了，我怎么感觉我刚才太虎了呢？我拔了四颗好牙，你说这是何苦？我有，我想吃饭了，怎么办？你这 我们真的没有四颗好牙。我打断我自己的腿。报告啊！报告老师，报告老师，我有点饿了，怎么办？有点，你吃呀、啊。不是，我当着这个众多的这个216万网粉丝，我没法吃饭呀。你都乘风破浪的时候，更多的粉丝，全都粉丝都见过你吃饭，吃吧。我也都看到我吃肉了吗？这个是一个明星吃播现场是吧？吃播现场，吃播的那什么，好饿，肚子咕咕叫。我们都赢了。哎，亲爱的，你没吃蛋糕啊？你刚才许愿了吗？许了呀，就希望我们赶紧见面呀。哇，你说说这么好的机会，你怎么许了一个必然会发生的事儿呢？你再许一个，让我们快点见面，必然发生等不及，每天都着急要快见面。嗯，好啊，快了。继续跟你说，我又把那个什么，我有个朋友，我的妈，这是我好朋友，把你那个看了几遍？12遍，把你70来集电视剧看12遍。他在群里吗？今天在我们这个粉丝群里吗？应该在吧。没有，他忙着，他今天有考试。哦。再过两天了，过两天我一定得那啥。他真看了12遍，我一说哪个桥段，他全知道。比你还清楚。他太牛了。阿娇啊。哪？我肯定知道了。阿萨今天为什么这么美？他干嘛去了？他去吃饭。本来我去，但是我之后说不去。啊。所以我。没化妆呢，她今天化得很美，穿个那么性感的裙子。我也不知道，我不容易。一直这么性感是不是？
他偷偷的那么性感，悄悄的，悄悄的，吃饭去了呢，对，都去吃饭了，是时候该那什么了，对，切磋一下，就是应该有一个，说实话，就是应该有个更舒服的一个节目，就是吃吃喝喝聊聊，然后拍照去，很幸福，美美，这里吧。那我们差不多了，我也马上要下那个下直播了。好啊，爱你们哟，你们吃饭，爱你，爱你啊，哇，好开心哦，见到大家，祝你生日快乐哦，景言呐，谢谢默默，谢谢桃桃，谢谢娇，好，娇娇再见，再见，想你哦，想你啊，等我们见啊，好。默默拜拜，再见喽，阿娇再见，桃姐再见，继续全民见人吧，再见，你不是在那个公园的吗？我这也比不出来了，我这比个桃吧，假装。那年夏天，爱你们，你都在宁静的海。拜拜，拜拜，生日快乐，拜拜，拜拜，嗯，拜拜，拜拜，拜拜，哇，不会关。不会关，这玩意儿咋亮来的？这玩意儿我也不会关呢。可能说点，我说点点，怎么点谁？点谁都是点聊天儿。我看看怎么整啊，这玩意儿研究的，还是娇娇顶啊，退出去了。默默，你娇娇淘淘，没事儿，没事儿，不着急。你就点那小。等那个，我这就剩一半脸了。你是不是还有啥结语要说呀？结语就是，还是我陪陪你啊，真的很想你们。然后我们也赶紧见。然后你在那个公园遛完弯了，回去早点吃饭。听到没有？必须的，必须的，谨言，爱你哟，爱你哦，爱你，爱你，期待你接下来的各种节目、各种影视剧，没事出点歌啥的，咱们那个没事儿、啊，那个默默想不想学下一站天后？下一站天后，我会唱吧？哎，你教我吧，我发给你一个最标准的发音，我到时候微信发给你。OK， 谁谁有天海歌从谁不标准，不标准，不标准，等我的，等我的，非常东北味儿啊，有股大葱味儿，我这个啊，就等你了啊，等我标准，叫我 啊，好，同志们，朋友们，再见，拜拜，拜拜，拜拜，爱你哦，拜拜，再看不到我，拜拜，你要不要改个结尾，唱下一站天后，谁谁有天海歌从谁有忧愁。那我们就最后我们一块儿祝你一下生日快乐呗。就到点了吗？就时间就是这么的快。时间就是这么的快。哦，我刚刚我粉丝那我还没看完呢。对，你跟粉丝好好在。对呀、啊，我那个看一半儿，我的姐姐们就进来了。就是今天超时间播出是吗？对，超时。一人自己要求超时很好。南八幺六。耶，咱们今天生日快乐。祝福景言生日快乐！祝福你小朋友生日快乐！什么什么什么？祝福景言小朋友生日快乐！快乐！祝福景言小朋友生日快乐！祝福景言小朋友生日快乐！祝福景言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爱你哦，爱你，爱你哦，永远爱你，爱你。哇，谢谢粉丝，谢谢我的眼粒儿们，谢谢你们，我收到了这个四分钟的这个祝福视频。还有这个走心的大蛋糕，对，还有给我的蛋糕，还有花儿，不止生日这天有花儿，今年每一天我上下班的日子都伴随着你们的花儿，每天上班有花儿，下班有花儿，然后最后《乘风破浪》录完了以后，也让我每天都沉浸在花的世界里面，所以我会越来越美，天天看着花越来越美，他们说我那个。哎，快了，时间
马上就差不多要到了，我也很舍不得你们。我觉得可以多安排一些直播，是不是？我身边的工作人员，可以或者是生日的时候，明天是啊，天天每天六点半，请来到我的直播间，我跟大家聊天，很好吗？这是我的愿望。哦，可以，满足，一定满足。这是我们的约定，这是我们的约定。24小时直播都可以满足。二两约定，然后这个夏天很特别，对，录《乘风破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和感受。然后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们一直陪伴着我，支持着我，不管我唱什么、跳什么，你们都无限支持，觉得好听、好看。但确实也还可以，跳的也还可以，唱的也还可以。然后就是我们，是我和我的颜令们和你们很特别的一个夏天，一段旅程。但是我很期待后面我们很多的惊喜，我觉得还会有很多很多的惊喜，我们一起去度过，留给我们颜粒儿，留给我，留给我们属于我们的记忆，是特别的延世记忆，好吗？对，因为对今天有开一个新的专栏，叫做颜，就是五金颜的那个颜，延世记忆，里面就记载着。我们之间专属于我们颜氏之间的故事板块，新板块，然后给我拍了照片啊，艾特我呀，后面就可以带一个话题叫做颜氏记忆。好，新的一岁开启了一个新的专栏，开启了一个新的专栏，我们一起共同去经营，然后把我们的故事铺得满满的，特别的，专属于我们的。啊，延世记忆，对对对，好，上屏幕，延世记忆上屏幕 ，Go， 延世记忆上屏幕。好的，那谢谢大家，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呗。他们不上屏幕，延世记忆，请打四个字，把四个字打到公屏上面。打了。亲爱的颜亮们，颜是五金颜的颜，对，颜世记忆。不打你就不下播是吗？对，刷起来，下播啦！你这是销冠之子。颜世记忆，对了，爱你们哟！你看，新的故事又开始了，叫我们的颜世记忆。好了，你们吃饭吧，然后祝我自己生日快乐，祝我们一起都快乐，祝我们天天都快乐，好吗？来，再唱一首歌。这些有天海过车，虽遥遥长，踏破都吟唱，夜夜风随把我也唱，不论爱教我怎样唱，几多爱歌看我唱，还是勉强，太迟如何发浪，能给家最爱做耳边的声，温柔的唱。今天这次直播一共有4到5个版本的下一站天后，根据你们自己的喜好自己截取哦。主持人可以 ending 吗？好，谢谢吴简姐姐，谢谢吴简的化妆师和造型师，还有今天的工作人员，身边的工作人员，谢谢。还有谢谢我们今天荧幕前，不是荧幕前，手机前的你，这么一直支持吴简姐姐，一直陪着她，陪到她好几个生日，虽然是很多的朋友们。很多的朋友们是在2018年认识吴简姐姐的，伴随了她2018年、2019年、2020年，我好久了，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2022年，5年的时间差不多吧。大部分的观众朋友们，大部分的你应该伴随她5年的时间，但这只是我们的开始，这是你们和吴简姐姐的故事的开始，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5年、10年，好吗？谢谢你们这么支持他，一直爱他，他也很爱你们。好啦，今天吴简姐姐的生日直播就到此为止啦。根据他个人自己的想法，他已经跟他的身边的工作人员
沟通过了，就是直播不仅限于8月16号，就这种直播可以多开起来，然后每次都可以邀请我作为他的主持人，我就可以赚钱了，赚钱了。对，就有出场费了。好啦，那今天的直播就到此为止了。然后简小姐姐她刚刚已经那个，是在吃蛋糕，她在吃蛋糕。好啦，拜拜拜拜。我们厉害。跟他俩拜拜。谁天然和糖糖还在啊？糖糖全程陪伴了你，糖糖全程看完了你全程，是吗？哦，他刷了很多礼物，刷了很多礼物。好，谢谢唐诗怡小姐姐和张天爱小姐姐。吴简姐姐刚刚说她非常非常想你们，然后礼物她收到了，然后她也给你们准备了大礼物，等你们见面的时候她会带给你，等着哟。好啦，今天的直播就到此为止啦，拜拜，拜拜啦，拜拜。拜拜，拜拜。哎，留一帧，就是那种让他们截图的，就是美美的。